还不到10秒的内容，李千娜、世元界就真的和我们 say goodbye。好险狗仔哥哥没有放弃，几分钟之后，世元界与李千娜下楼。这对绯闻男女恋情传了近9个多月，不过他们指认有搭以上，恋人未满，但是不用李组长也不用柯南都闻到不寻常的味道。李千娜身为电影《山中森林》女主角，带着世元界和该片导演江宁开会，于公于私呢都形影不离，这暧昧都还没有让他们受尽委屈，倒是先让狗仔哥哥吵一波了。哎呀，我想说什么，那有点不拍，我要拍啊，要不怎么，那你没动啊。西迪身为互帮互助的同事，狗仔哥哥们很快放下芥蒂，完成团队的合作。这样放吗？我不用这样，不这样。趁着三人在开会的当儿，请让小编好好介绍36岁的李千娜。其实千娜在19岁那年就已经有小孩了，有一男一女，是不是、？OK， 那他们现在如何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他坦诚面对爆料，反而赢得大家的 respect。现在17岁的女儿在北部住校，16岁的儿子呢，则与前夫住在南投，放假时就会见面。那我也一直记得桃子姐跟我讲过，她就说。结婚离婚又怎样，有小孩子又怎样，对，因为我喜欢唱歌，我真的喜欢唱歌，所以我真的觉得无所谓。然后我是这样转头看着他，我说你没有错，你没有错，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好，我说只是比较早发生，只是可能年少的时候做了某些选择。我很逞强，所以一路上我都不想要靠别人，你会把自己逼得更累。看完小编都要哭热，给李千娜一个抱抱。娱乐动新闻，我没有想过会有离婚这一天，因为没有人会预料到你的未来是什么。报道。